你个病如果想彻底医好嘅话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系早手术。但系咁做唔单止风险高，而且费用都好贵，要成4000几蚊嘅。我初初病发嘅时候，我系好怨恨、好惊、好唔想离开呢个世界噶。但系而家呢种心情已经过咗啦。我而家谂法咧。 就系希望可以开开心心同屋企人一齐度过剩翻落嚟嘅日子。成哥，九姑娘想见一见你。九姑娘揾我咩事啊？点解你成日都将我吩咐过你嘅嘢当系耳边风？ 你系咪当我九姑娘系得棚啊？九姑娘做乜咁讲啊？我做过咩得罪你啊？我啱啱先听到人哋讲，话你唱我系魔鬼啊，帮我做嘢就真系出卖灵魂，系争在冇出卖肉体。咸丰年代嘅嘢嚟噶啦，我抢噏两句啫，我即系打个比方咁解啫。你做咩啊？ 九姑娘，我唔得闲，我翻差馆啊！企喺度，唔系啊，我要赶住医院探我妹啊！啱啱先探完，依家又去探？唔系啊，我谂住买碗白粥，买啲炸两翻去啊！唔出啊！我系要行到屋企啊！你哋有本事打过我！ 我想死好耐啦！我妹有病，我冇战意，我老婆，我无厘啦，我又撞撞你咁嘅瘟神，你乜魔鬼啊！我咸丰年代讲呢两句啫，又打又争又杀。阿心铁姐，你出去先。 九姑娘唔系真系咁小气，要追究你讲过嘅嘢。我只不过有单交易想同你针一针啫。九姑娘真系对唔住，我真系唔系你哋嗰路人嚟嘅。我唔系要你出卖灵魂，亦都唔系要你做你作奸犯科嘅事。唔系你九姑娘，你听埋我讲。你听埋我讲先啦，九姑娘。我好多谢你咁睇得起细路。你系咪男人嚟噶？你呢世人冇人冇物，净系得个妹。 个妹有病冇钱医，孭办法都冇，你衰到匿埋喺医院个草坯地嗰度喊。成世人最爱锡就系嗰个老婆，佢连一句唔该俾人叫走咗，第一碌冇由头甩到落脚趾尾。你真系以为冇人知啊？成个差馆都知啊，俾人揞住半边嘴笑啊！你讲救命啊！又想你帮我呢一次，呢件唔系作奸犯科嘅事，你帮完九姑娘，九姑娘一定会帮翻你。 秘密，刘醒，见到两个啱啦。上头嘅秘密任务指定去流星完成嘅，要嚟咗广州一个星期。你冇问题啊嘛？冇问题，我人顶佢啊。嗯，咁咪好啦。咁啊，做嘢先啦。其实冇咩秘密任务嘅，你九姑娘打电话俾我，叫我放你嗰个星期假。呢件事我知噶啦，局长。嗯。 好声啦，九姑娘，冇人船落啊嘛，冇，小心。九姑娘啊，呢度行10-20分钟就去大路，我安排咗架车接你哋去酒店。边个可唔可以安排到我去见佢？我疏通晒间房啲人。
聽日可以見到佢。咁我帶埋劉醒去有冇問題？冇問題。喂，好聲啊，醒哥。老友，你係咪叫蔡興？你唔係死咗嘅啦咩？我係蔡興，我冇死到。劉醒，唔該你事嘅嘢，最好唔好理咁多。留翻啲精神，做好我呢件事好過。攞去飲茶。多謝曬，麻煩你。九爺，九爺，你快啲救我出去啊！我好驚啊，呢度好恐怖㗎。九爺同你講過乜嘢啊？啱我同你講過乜嘢啊？九爺啊，你救咗我出去先鬧啦！由細到大啊，個個老師嘅評語都係咁話，話你天資聰穎。只是心散了一點點，你讀到書的，九姨等著看你戴四方帽的，你做什麼事會搞這些東西出來的？我沒有心機讀書啊，我不是寫信跟你說過很多次嗎？我想回廣州啊，我覺得你很厲害，我想跟你做事啊，阿媽又不在我身邊，你又經常住得我那麼遠，我身邊一個親人都沒有啊。好了，坐下了，整件事大概是怎樣我都知道了，我想你詳細地告訴這個醒哥聽。是這樣的，前嗰排我的同學要找學費，去了酒吧兼職做歌女，誰知突然間喉嚨發炎要休息半個月，那我想幫他嘛，我就去做替工咯，誰知有一晚有個死鬼佬喝醉了酒，衝上台是都要我喝，還要錫我，那我就刮他一巴大力哄開他咯，他好嬲啊，想破埋嚟打我，点知一踩就踩到个玻璃樽扑咗喺地下，之后我就见到地下有好多血流出嚟，但系冇几耐佢就喐都喐唔到，原来佢条颈俾个玻璃杯吉中咗，根本就唔系我整死佢，但系嗰死鬼佬啲朋友就话我专登拱佢落啲玻璃度，九姨啊，你一定要救我出去啊！我听啲狱警讲我迟啲要问调，我唔想问调啊，唔会噶。你好快就出到去噶啦！你要我救佢？你意思系要我去劫狱？系。救佢娘对唔住，我谂你揾错人。醒哥啊，我谂过好多人噶啦。你咁醒目又做咗咁多年差佬，如果连你都帮唔到我，就冇人帮到我噶啦。唔系啊，救姑娘。你咩都知道晒，又同我坐埋一条船，你而家突然间话唔做，当我救姑娘系咩人？你揾我倾嗰阵冇话过要劫狱嘅。你實牙實齒同我講，唔使我作奸犯科。有乜嘢作奸犯科啊？頭先你喺間房嗰度，你冇聽過麗華點樣講嘅咩？一個無辜女子，差啲俾個飲醉酒嘅死鬼佬強暴，結果就係嗰個死鬼佬意外咁俾個爛酒杯插死咗。我而家叫你去救一個無辜嘅女仔啊，作咩奸犯咩科啊？九姑娘，你唔使講咁多啦，你一定要去做噶啦。你需要幾多日？我叫蔡英幫你揾。你要幾多錢？我而家即刻俾你。九姑娘，你大把钱啦，你一万唔掂咪两万咯，两万唔掂咪三万咯，做乜搵我嚟搞啫？钱交得掂，我唔使搵你啦。死者有老豆，系英国啲高官嚟噶，佢唔系要钱啊，佢系要丽华条命啊。呢两日晴晴个病冇乜嘢啊？冇乜嘢，晴晴呢几日精神好翻好多。嗯。醒哥。嗯。阿嫂会知我约咗你今晚通电话，所以今晚你。我有啲嘢同你傾傾。好啊，叫佢聽。係得啦。阿星啊，你喺唔喺度啊，星？我喺度，咩事啊？我决定要同你离婚啦。过两日我会使人送份离婚书过去朱红，你尽快签咗佢啊。好啊，我尽快签张俾翻你。咁。麻烦你啦，你好好保重啦，东尼。最后一个要求，你可唔可以坦白咁答我？
我踢门入嚟嗰一日，系咪你哋嘅第一次啊？阿星，你唔好咁啦，我哋冇得掹噶啦。嗰次唔系我哋第一次啊。知你要走，我冇办法勉强你。过两日我会翻嚟广州，你可唔可以出嚟同我坐低饮杯嘢？我真系想话俾你知，梁非凡究竟系一个咩人。我谂唔需要啦，冬妮。阿成啊，我哋两个已经完尽噶啦，你好好地保重啦。打完电话翻广州报平安啊，成哥，我头先咧语气系重咗，系我求你嚟香港帮我噶嘛，我有咩理由对你咁冇礼貌啫？我衷心同你讲声对唔住啊，刘醒，为咗你安全着想，所以好多嘢你真系唔知好过知噶。我可以同你讲嘅就系，丽华系我嘅唯一亲人啊，你嘅至亲。受苦受折磨呢一种感受，你应该好明白噶。我再同你讲多次啊，只要你肯帮我救丽华，你就系我嘅大恩人。吓，以后你个妹有病，就即系我亲人有病；你有委屈，就即系我有委屈。九哥有讲过就系噶啦。吓，头醒啊！我真系冇晒办法啦。如果你唔肯帮我救佢嘅话，佢过两日就会俾人问掉噶啦！我以后都再见唔到佢啊！我而家个心真系好惊，我真系好乱啊！你大发慈悲救下佢啦，得唔得啊？星哥救命啊！姑娘，你答应过我嘅嘢系咪一定会兑现？你会唔会揾我笨？绝对唔会，我九姑娘从来都唔揾人笨噶。四月二十三日，晴天。我如常食完晏昼饭之后，就喺个草皮地晒太阳同埋写日记。佢亦都系如常一样，比探病时间早半个钟头已经嚟咗。佢从来都冇试过单独嚟探我，因为佢知道我唔想展开呢段感情，佢唔想俾压力我，唔想令我烦恼。四月二十四日，阴天，仲有两分钟探病时间就嚟完啦，阿嫂今日又唔会出现啦。阿哥咁中意阿嫂，阿嫂为咗我同佢嗌交，阿哥而家嘅心情一定系好难受。我有两个愿望，希望阿哥同阿嫂可以和好如初，希望杨洋呢个咁好嘅男仔，有一日终于可以放低呢段感情，祝福呢两个我喺世上最亲最爱嘅男人。
点啊？顺利，应该嚟紧。九姨，唔使惊，冇事噶。估唔到嗰冬嚟咁水性杨花嘅，一阵间阿星翻嚟咧，大家帮下口，劝佢唔好再为呢个女人抌心口。嗯，快快脆脆签咗份离婚书，同佢一刀两断。系啊，诶，仲有啊，一阵间我哋去探晴晴嘅时候，唔好同佢讲话冬嚟送咗份离婚书嚟啊。系啊，佢嘅心有事啊，唔受得刺激噶吓。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晴晴，你要冷静啲咁听我讲。今朝你阿嫂揾人送咗份离婚协议书嚟朱容你，佢决定咗要同阿醒哥离婚。醒哥仲未翻到嚟广州，佢仲未知道呢件事。晴晴，我净系想你知道，你阿嫂要同醒哥离婚。不是因为你，更加不是因为你的病，是因为他有第二个男人。我没骗你，食醒哥的人都知道这件事的确是不关你事的。人人妈，晴晴啊，其实件事不是没得掹的，等你哥回来我们落足嘴头，大家就好做丑，咁成件事就好快搞掂噶啦，吓？系啊，行开啦，攞啲粥嚟啊！借过先，借过先。今日咧，我煲个鸭肠瘦肉粥啊，煲得好绵噶，你食少少啊，好嘛？你快啲趁热食啊！捉你啊！你搞乜嘢啫？你正衰仔嚟噶，我叫你唔好同佢讲噶嘛，你晨早即嚟同佢讲，唔讲嗰句你都讲埋。你只有六十分，阿贵，冇，行过去啊！阿贵，冇啊，冇啊！你咪成哥兄弟嚟噶，男人自投其才打六波，你叫阿成哥点样翻去面对晴晴啊？唔系啊，呢件事一定要唔可以同佢讲噶，佢依几日先至啱啱好翻啲啫嘛。如果佢受咩刺激，佢俾人反翻房屋，边个负责？系咪你负责？你做乜咁多嘢？吓，有冇事就吹通仔，打埋皮俾一份，呢度唔系兄弟嚟噶，打够啦！夠你哋根本就个个都冇关心过晴晴，你哋知唔知每次我哋探完晴晴之后，佢会做啲咩啊？就系走喺大门口嗰度等，一日一日咁等。佢希望有朝一日会等到佢阿嫂嚟探佢啊！哎呀，你咁嘅衰卵啊，嚟嚟做乜嘢啊？嘈啦！晴晴佢知道，佢阿嫂一日唔嚟探佢，就表示佢两公婆仲嗌紧交。嗌交嘅原因就系佢自己嘅病要使钱。而家每一日、每一分鐘都喺度責備緊自己，咁樣對佢嘅病情會有幫助咩？嚇！你哋知唔知道晴晴最驚嘅係乜嘢？最想嘅係乜嘢？佢最驚嘅就係我哋個個都懶好心，乜嘢都瞞住佢，淨係報喜不報憂。最想嘅就係我哋將佢阿哥嘅所有嘢乜都話曬俾佢聽。要有就一齐忧，要笑就一齐笑。
就算佢阿哥要行，都有佢呢个妹同我一齐行。你哋明唔明啊？ 自然嗌晒我哋嚟做咩啦？飞凡哥，飞凡哥，飞凡哥，有件好重要任务吩咐你哋。如果做唔到翻嚟，我唔将你哋个头冚埋墙嘅话，我梁非凡三个就倒转写，同我学死老豆啊！望咗香港嘅，大家唔使咁紧张。飞凡哥同你讲下笑啫。 我嚟咧系请大家食西饼嘅，同埋宣布好消息。嗱，而家系2点，仲有3个钟头，我梁非凡就正正式式离开警队，另有发展。咦，非凡哥，你唔做啦？咁去边度啊？将我啲卡片派俾大家。系，嚟嚟嚟嚟，食西饼食西饼啊！我梁非凡最注重手足情嘅，你哋做过手足。 无论我去到边度，都系我手足。有咩事，随时俾电话我。哇，东泰公司公烟局总经理啊，你东泰做帮我大款歌手啊？错，系九姑娘重金礼聘我。我对上得2个人嘅啫，一个系九姑娘，一个系坤爷。咦，咁你咪要加入佢哋嘅帮会？ 东泰公司开张30几年，我梁非凡系第一个唔使烧黄纸斩鸡头嘅话事人。一阵间就要同呢几位手足一齐去军爷度食饭。军爷老人家老家风，我哋出仔嚟嘅啫嘛，系要话请食餐饭。喂，仲有，帮我派埋啲贴佢先。系。啊，仲有一样嘢，小弟下个月咧就小登科，喺5层楼咧订咗3日。第一日。 招呼亲朋戚友，第二日招呼东泰啲新同事，第三日招呼差馆嘅手足。刘醒，到时早啲嚟饮杯水酒。停手！刘醒，你由朝到晚掘嗰啲掘够未啊？有本事掹支枪打我9枪！我而家系九姑娘嘅人。 你唔信我真系唔信九姑娘，唔信九姑娘真系唔信军爷，唔信军爷真系唔信东泰3000几门生，听到未啊？我哋嘅车楼下等我，系啊，边人哥，一个月嗰啲废柴。 九姑娘，下一餐唔好同我争啊！我同阿东嚟一定要请翻你。咩啊？下一餐都系我请，我又要阿东嚟帮手啊！你结婚嗰日咧，记得将我花球抛俾我。唔系啊嘛？咩唔系啊？见到你两只嘢咁烟韧，搞到我突然间都不知几恨嫁。<笑><笑>好啦，上车啦！九姑娘，刘醒，你哋呢度做咩？ 刘醒，搵我咩事啊？九姑娘，我嚟系想问你一句，你记唔记得你应承过我啲乜嘢？刘醒，我俾足钱你噶喎。咁第二样咧？唔怪得你份人咁醒，又当我差成10几20年都仲系做紧散仔啦。出嚟做嘢咧～
就係求財，唔係求氣嘅。出嚟做人咧，就係向前看，向錢看嘅。九姑娘，你講過嘅。劉醒啊，而家我阿爸咧吩咐我要開多50間公煙館，佛山、東莞、惠陽、汕頭一直咁樣開落去。我屋企而家有幾廿百對眼望住我，仲有阿喜姐啊、大鳳哥啊，佢哋個個都想我死。我呢鋪真係唔死得㗎，成哥。你講過，我嘅委屈即係你嘅委屈。咁你真係唔好介意我咁講啦，成哥。呢個世界咧有強姦就冇焗到嘅。你老婆啊，唔係揀俾人搶走㗎，係你對人夠體貼，佢先識過第二個男人要同你離婚㗎咋。你自己都有責任㗎。唔好成日講到自己仲慘過梁天來先得噶。九姑娘，你好嘢，你揾我笨，中意點講都好啦。幾排得上車？走。阻住我好唔好啊？唔系啊，如果你用埋啲金嘅，我哋咩都冇晒噶啦。我同你讲过噶啦，呢啲金我迟啲会买翻俾你。我而家唔搏多铺啊，我冇得翻身啊！阿毛，你谂清楚未啊？你系唔记得咗个银包摆边啦，定系俾人扒咗啊？唔好意思。我叫鄭九妹，我嚟報案嘅。我想你幫我拉一個人。邊個？呢個人叫做梁非凡。見到蔡大哥，呢梁非凡喺邊度啊？嚇！少爺琴晚好夜翻，今朝唔覺佢喺度定出咗去喎。你兩個守住大門，其他人收埋手啊！係。点解你会喺度嘅？梁非凡喺唔喺度？点解你要嚟揾佢啊？你要拉佢啊？差官報案話你穿咗東泰櫃桶底6000多元，吃女扒外，偷咗東泰200多斤鴉片，賣俾雲南嗰個陀貝娘。唔該，你跟我哋翻差館，上手架。係，喂，你班奇離怪，有咩資格鎖我？就算要審我，都只係第一個有資格，嗰就係軍爺。我要打個電話，有咩都好，打完呢個電話先再講。何姐，有冇白蘭地俾我？嘉賓，知道大少。喂，喜姐，非凡啊，君爺喺度嘛？哦，好好，麻煩你叫阿君爺翻嚟之後打電話俾我啊，我啲緊要嘢想同佢傾下。唔該曬，喜姐，唔該唔該。我要打多個電話，阿君爺未喺東泰，冇俾佢生下時間。大姐、姐姐、金石君、大哥、楊楊，上手架。
邊個問你射邊個？梁非凡，你支槍快定我支槍快啊？嚟啊！射我啊！頭喺呢度，心口呢度，嚟啊！呢個佛仔，嗰陣時喺泰國買翻嚟嘅，俾個五個人，四個姓鄭嘅，我係唯一一個外姓人。君爷同我讲，呢个玉佛仔保我健康，佢老人家保我平安。边个敢用我做法，就等佢同老人家过唔去。喂，君爷，系阿非凡啊，我哋知道晒件事啦嘛，咁我就放心同大石啦。系系系，好好好，再见再见。君爷喺电话度话，有人处理呢件事咧，唔啱佢心水，白痴就走去报警，小大人把口。君爷仲话呢件事唔使嗰个人负责啦，而家交由大风哥同埋喜姐处理。九姑娘，我梁非凡好多谢你大合东台，不过而家话俾你听，我唔再系你嘅人。我而家系大风哥同埋喜姐嘅人，我决定企佢嗰边。刘星，带埋你扎三支狗，即刻同我躝。我脾气好啫，大风哥冇我咁有修养噶。梁非凡，要买棺材唔知定，捉佢翻去，打断佢手手脚脚，踢落珠江河度喂鱼。系，咪住咪住咪住，大风哥唔会嚟噶。食碗面反碗底，咁叫做誤會，真係誤會嚟噶，係計嚟噶。我知道有人要做啲傷害大風哥同埋喜姐嘅嘢，我睇唔慣，想企喺你嗰邊，所以先俾人哋話個手嚟裝我㗎咋。你當我楊虎啊？我要見君爺，君爺都想見你，不過唔係見你嘅人，係見你條屍，拿佢走。唔好過嚟啊！邊個埋死邊個？我哋東泰嘅兄弟，個個膽借命平，開槍！開槍！我射爆彈，你慘過死一萬倍。嚟啊！行開！我即係死喺你面前。嚟啊！嚟啊！開槍啦！你條數計得啱㗎。絕對好過死喺我舅父啲手足手上。舅姑娘，我有冇犯上你？我有冇得罪你？你做乜要害我啊？你係自己攞嚟賤嘅，冇人害過你啊！冇，你神神秘秘叫入房，話有內幕消息，話上海嘅金礦股會升四倍嘅，叫我粉身落去，有口贏緊嘅。你個白痴嘅，買股票贏緊㗎？咁我係打工啦，我仲使賣鴉片，嚇人哋仲使當差。点啊？开唔开枪打自己啊？唔开啦！你咪人死都冇用，我死都唔挽回噶啦！你个女人，你究竟谂紧啲乜嘢噶？一时系三倍人工叫我过东泰，一时话答应我发达，教我买股票，一时系借钱俾我翻身，话可以慢慢还，一时我真系还钱仲要起证。舅父，阿醒哥。呢個人既係犯咗我哋嘅門規，又係犯咗廣州市嘅法律。不過扶兩個方法處理嘅啫，一係公了，一係私了。公了嘅就係交俾阿醒哥拎翻去差館咯，私了嘅就係交俾我阿舅父帶翻去三刀六洞，揸住個麻包袋度等我去珠橋。咁仲使講嘅，梗係私了啦，醒哥。你嘅意見係點咧？舅姑娘，華廉差官呢排好多嘢做，私了就私了，我冇意見。跟我哋走！成哥，唔可以咁無法無天嘅，你係差人嚟嘅，你話俾我聽，公了公了，我就私了就私了，啊！公了啊！公了啊！公了啊！成哥，公了啊！好，你將真相話俾我知。是我老婆发姣勾引你，还是你处心积虑想搞晒我两公婆？好，好搞晒我两公婆。
系阿东尼华同你啲感情冇晒噶，你唔肯讲真话，咁就私了啊！唔好，系我衰，我主动嘅，咁得未啊？咁九姑娘帮我哋复职做差人，你喺东尼面前讲过啲乜嘢？讲过啲乜嘢？我话系我帮你哋复职嘅，你同我讲点样帮我哋？我话局长唔肯，我同阿矮虫大交，仲有乜嘢？我话掹支炮出嚟，掉喺局长台面，同佢讲到佢唔请翻刘星嘅，我都唔捞。你叫我去牛头山揾死尸，冇十二点唔准收工。你系咪想洗开我，然之后去搞我老婆？成哥。呢啲系起向咩？冇讲，公了吗？系定唔系？唔系就私了。系啊！李安龙，李安龙啦！你仲同我讲，就算我老婆在你面前抛三盒解三篓，你都唔会再容忍我。你今日有心激我翻去同我老婆反大面，你成套计划比六毛我大，系咪？唔好讲啦。真的不要说了，我要知道，他快算了，不要说了，我要知道。哇，你大陆没去向咩？这女人要变到白玩的地方，我要知道。你不要再问了，你在广州怎么见人？这个男人大陆没见过，会惨的。成哥，我一定要知道。我是惨，但我惨过个女人跟了个人渣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就这一世。成哥，我们支持你，你个人渣不肯说的，我哋帮你私了，讲啊！系我专登灌醉东尼，冒去咗公园解佢三楼嘅，我知仲有嘅，讲！我专登唔放你假，放自己假，阿亮下同阿东尼扮偶遇，仲有冇？讲！仲有！几年前，你个妹病。你和东尼嗌大交，我已经灌醉过佢一次，人渣！成哥，我哋把手足讲听到火烧心，忍住交俾我哋四了，走！大家听我讲，我哋唔可以搞到广州市咁无法无天，俾我哋带佢翻嚟差馆供了。对不住啊，东尼，我咪自己企喺楼梯度，都俾个畜生讲啲咁嘅嘢。我知我咁样做会令你好难堪，但系唔俾你睇清楚呢个人渣嘅真面目，你一世都唔会有幸福。对唔住啊，成，对唔住。尽快搬翻桂林同你阿妈住，去到咁远唔会有人知道发生啲咁嘅事。你好好保重阿成，帮我同晴晴讲声对唔住，我冇面见佢。刘星，我唔该你唔好成日暗暗沉沉，鬼食嚟咁声。
话九姑娘靠唔住，又话九姑娘揾你笨。九姑娘讲过嘅嘢系算数噶，我冇揾你笨。